那您拿着我们的 S5000，您觉得它手感怎么样？我觉得触感还不错呀，就是就是说感知的、屏下的加一个对，很迟钝，它还挺体验的。嗯，那您觉得重量呢？重量还挺轻的，很好，就是像这么瘦，一个手就可以了。嗯，那您现在简单体验一下我们的 S5000，您觉得它有哪些优点呢？我觉得它挺轻的。确实挺轻的，因为我经常用那个 iPad 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它还挺重的。您平时用平板吗？很少，很少。那你平时我觉得这个很可以。手感上觉得呢？没事，您直接说，没关系。手感上没什么感觉。我挺轻的。挺轻的。那您觉得 S5000拿在您手上手感如何？手感挺不错的。然后也有点薄，感觉比较好摔，比较轻，比较薄。啊，从外观上来，觉得这个咱们 S5000拿在手里边，它感觉怎么样？滑起来畅快，蛮不错的，蛮薄，好，好，好，对，这触感不错。最重要的，你看，你换个小孩子接触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也会用滑鼠。对，所以变成如果比如说你拿在手，然后刚好，然后也不要太重的话，其实用都会比较舒适。舒适就是坚持，就是好一点，不是好一点就是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这个美女试试。倾国倾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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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松畅行，轻松享受，绝对比爱美好。当代美女的最爱，就有你。随时随地都可以。